Welcome to my channel. I'm Sigo. I am Sigatong. We finally arrived at the Neiwan station. You can see Neiwan station.所以这个车站它以前呢、啊、是用来运送木材啊、煤矿的最终站，那现在已经发展成一个非常漂亮的观光区。我们今天列了很多我们今天要去吃的东西，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出发了吧 ，Let's go！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啊、非常特别的一家餐厅，它是一个戏院。你看，还是正在播放一个电影。第一次来到这种餐厅，墙壁上有很多那种老电影。的那种海报，他们以前这边是挖采那个林业跟煤矿，所以很多工人他们来这边看戏。那后来因为煤矿业后来就慢慢的没落了吧，所以后来这个戏院就没有开了。主要这边都是卖客家的一些菜。哇，哦，看起来好丰盛。This is Oyo chicken. The taste and the flavor is very very tender and juicy.So this one is a very traditional Taiwanese chicken. And this one we call the fried intestine with ginger. We use a lot of vinegar inside, so it tastes very, very sour. Intestine is very chewy. So it's a very traditional haga. I think that's the most popular one. This dish we call white water snowflake dance. So taste have a very fresh vegetables flavor inside. You can.Combined with mushroom, so this one is very good. The last one is salty egg yolk tofu. This one we use the deep fried method to cook it. So this one is taste very juicy, tender and salty. Yeah, this one is very good. 这个是猪油拌饭，这个也是一个很传统的吃法。就是一般我们都是吃白饭嘛，那它这个上面会淋上一层猪油。会让整个饭会变得非常的香。这个我阿婆是客家人，然后一闻就有回到那个老家的感觉。又有姜丝炒大肠，又有金沙豆腐。对呀、啊。所以这个是客家最传统的麻糬，对不对？对，这个我就知道客家话怎么讲。这个是什么？七八。我们来吃一下老板招待的麻糬。好 Q 哦。它沾那个花生粉丝。很香哎。好吃，它这个麻糬很厉害，软软 QQ 很到位，刚刚好，而且不会太甜，它的甜度是微甜，然后加上这个很香醇的花生粉，真的下到好吃，这个厉害。这是老板招待的东方美人茶，然后我记得它有一个名字叫碰烘焙，这边内湾这边有萤火虫季啊，通常是每年的四月五月期间呢、啊，它就会有很多晚上有非常多漂亮的萤火虫，然后。在内湾国小的后面深山里面，就去那边，大家可以看到，可以欣赏非常漂亮的萤火虫。好浪漫哦！如果你的名字里面有"萤"这个字，就是萤火虫的"萤"的话，那就会招待你一瓶这个东方的。真的好哦！对，所以如果你有名字里面有"萤"的话，记得要跟老板讲。而且有"萤"是很正常，就不用特地去改名的那种。对对对，不用改什么鲑鱼嘛，对不对？啊，可惜我刚好没有"萤"，我有"零"啦。但是你还是获得了一瓶。对，开心。你不是要处罚？你说什么处罚？就是你刚刚不是玩枪打输了，你要处罚、啊。哎、欸，那个不是开玩笑的吗？没有在跟你开玩笑，真的没有。你说真的要做到？你说在这种人山人海的地方唱歌？你在那唱歌，我要现在躲起来。拜拜。然后你要这样，我会录哦，我会在旁边看。OK， 好，跟他拼了。加油！可以看到这边有很漂亮的山峰，那我就想到一首歌。3, 2, 1我眺望远方的山峰，却错过转弯的路口，蓦然回首，才发现你才等我没离开过。啊，我唱不上去。那这边是内湾国小，可以看到有很多人在这边玩，小朋友在那边玩。超场是蓝色，一般不是红色嘛？对，一般都是那种红色 PU 跑道，所以从一个闹区，然后一个穿过来，一个接下来就来到一个非常清幽的感觉。我们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那这边是一个漫画馆。那你知道这边的由来吗？
不太清楚，你解说一下吧。OK， 所以这边的是一个旅美的漫画家，那那个漫画家叫刘星星，后来啊，他就回到台湾来之后，在2000年创立了阿三哥、大三婆这些的漫画人物，内湾的形象商圈又再重新的兴盛起来。而且这周边很多漫画相关的装置艺术，像刚刚的那个隧道，有小朋友的漫画作品，对，很多都很可爱的那种作品。对啊，觉得超可爱，因为我本身也很爱看漫画或是画漫画。就是刘星星画家最有名的阿三哥，那这个是他的主要的人物。那我们刚才跟这边的先生打听了一下，这个是欢迎来做客的意思，所以他的客家话是。风央来聊，然后这个就是他创作的大神婆。我刚听大神婆，以为他会是一个比较老的形象，结果没有，他很可爱耶。然后这是我们漫画家以他母亲的形象去设计出来的，就是很可爱，还带了一个客家童话的小法式。There's not only comic in the museum, but also the precious drafts.The comic creator is not his only profession, he is also an inventor. So you can also see what he invented here. After we have a very kind of employee's explanation, we have a lot of knowledge about Neiwan. Don't forget to visit when you are in Neiwan. That later we are going to go to is Neiwan Dao Qiao.对，那我们待会就直接出发喽 ，Let's go。好，我们现在来到了内湾吊桥。它这个吊桥之前好像是因为年久失修，然后后来就封闭了一阵子，那 后来又最近又开放。现在到了四月啊，然后又是一个新的一年了、啊。那我们今年都还没有许过新年的新希望，所以待会啊，我们要玩个小游戏。那如果输的那个人要在我们的桥的正中间，然后对着河里大喊今年的愿望、啊。哦、那我们今天都要玩的小游戏就是，我们用一个英文字母，那我们要说出。以那个英文字母开头的食物，我们今天就 B 好了。Beef noodle， 五、四、Broccoli， 三，那是什么？花椰菜。Bacon， 五、四、三、二、一，是吧？很奇怪，自己出题自己输。我明明在家里有先偷偷准备一下。景很好哎。对啊，后面是山，然后前面是桥。哇，好壮观哦！它这边就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对啊，微风徐徐，眺望远方的青山，上面还有那个云、那个雾。那你现在要喊出你的新年愿望？好，那你今天已经过两个月了。对，经过两个月之后，还是要喊新年愿望。不喊一下。一整年都有愿望，对不对？加油，我去。好的，另一端等你。拜拜。好，那这个麦克风我怕太大声，我故意拿远一点。希望明年的今天，我的订阅率可以超过10万。这个是他们这边好像有名的客家萝卜糕，你看到还在冒烟，很香。哎，它煎的脆脆的，看起来好吃。好香哦。你看哦。它是那种表皮很脆的那种萝卜糕，跟一般我们平常在外面买的不太一样。外酥内软，超好吃。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也是北埔。那对，那北埔的话有什么东西呢？听说也是很多很客家文物，客家的一些名产之类的，像是擂茶啦。好像他这边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饼店，好像就会卖一些像芋头饼啊、番薯饼这些东西，我们大家可以去试看看。好，那我们就赶快出发吧 ，Let's go。我们现在来到了北埔这边最有名的龙源饼行。这样啊，日本超美味的，大家常常吃地瓜壳，但是这个甜甜糕很好吃，可以先试试一下。好，我试一个，看看是什么口感。它其实有一点像干的咸汤圆的概念，很好吃，很 Q。很多人吃过一次回味，
就是里面是那种年糕软软的，然后外面是酥酥的那种感觉。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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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它就是恰巧的口感。因为我们客家咸年糕其实就是糯米跟吃饭的米去混合吧，炒香的香菇啊、肉丝啊、香葱去混合之后去蒸的，至少是五六小时以上才有这个米香 Q 度跟口感。基本上擂茶大概是说这几样，是我们客家人以前当时说物资比较缺乏的时候，有一些过剩的五谷杂粮和草熟保存起来，以备不时之需。客人到我们家的时候，我们就要把它拿到擂锅去擂，那擂好的时候就这样冲个草汤这样招待客人，这是比较浅显的一个解说啦。那我们从这样子来，一个手在上，一个手在下，这样子解说。好，小野。那你在这里吗？还没看。哇。好香啊，我是感觉超补的，早上起床喝这个精神百倍那种感觉。好，装在杯子里面可以搭配雪米啊，谢谢，谢谢。经过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磨好了。真的不简单啊。哦，真的很香。好喝哎！有一个糯米的香味在里面。擂茶is a very traditional Hakka tea, and combined with sesame and sun rice and peanuts, and you need to use the let's stick to you know to make this stir it and to become the powder. Then after that, you use the hot water to.Push into the bowl and become this one. 喝饱喝满了，舒服。对，经过了内湾，然后又到了北埔，又到了河西车站，那终于结束今天的行程。那很高兴，刚好我们的相机也剩下2%的电。喝自己擂的茶特别有 feel 我觉得。对，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对，那边磨了10分钟的样子。没错，就像我们的人生。总是会苦尽甘来，硬要讲一些大道理。是经历了什么？对，历经了一些沧桑，很有感触。OK， 那我们今天的行程到这边，那我们就下周见喽，拜拜。好，拜拜。